各位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光头哥哥其实是大富豪啊！我们带大家看一下他在洛圣都新买的豪宅。等一下啊，哇，对面就是赛跑的地方，运动中心啊。OK， 哇，我们看一下他的本田 NSX， 超级赞的一台轿跑车啊！他的驾驶座好像在右座、啊。哇哦，在右边啊，超级赞的！看看后面的尾灯哦，哇，看得我都想买了。啊，今天呢，光头哥哥带大家看一下他的豪宅的周围啊，哇，我看到全身的肌肉啊，不知道怎么练的。这里是他的花园啊，还有他的伙伴在这里准备要做这个拳击有氧啊。然后呢，这里是他的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章鱼烧吧？不是，这是章鱼的花园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位黑人老兄是他的保镖，旁边还可以射飞镖啊，就是非常的悠闲。然后再来，当然他有园丁啊，帮他整理他的花园啊。哇，这是什么树啊？橘子树吗？一颗一颗的、欸，哦。然后现在这边有开一个小 party 啊，大家这边聊天啊，弹吉他。然后小型喷水池。哇，这是一个那可以这边泡脚的地方，还可以办 party 啊。两位老兄在这边，等一下这个肉会不会烤焦啦？这个火这么大。这是在烤什么东西啊？木炭都烧到快没了，是不是要再补充一下？哎呦，这里有喷水池。哎呀，这什么？橄榄足球、欸？哎，这我也会玩啊，改天教大家怎么玩。台湾好像玩的人少。好 ，anyway， 啊、哦，这是他种的樱花树吧？好、oh, ，OK， 我也不知道怎么数。好，看一下里面的装饰好了。进来这个豪宅一共有三个门啊，就是旁边这个楼梯是这样上下的。哦哟，啊，这是他的管家 Mary。啊，我们家里所有的餐点都是他负责的，对。然后他如果心情不好，可能会在里面加料。啊，我们的餐桌，对呀。怎么觉得我们的地板好像会？这是什么状况？是有 bug 吧？对，这是我们的大门，刚才进来的地方，这是我们的大时钟。还有这个是我们的客厅啊，我们在这边打电动啊，直播就在这个地方。对，然后后面还有什么？看一下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先到楼下去啊。这里是他的吉他，他以前可是弹琴高手啊，说吉他高手。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地下室。哎呦，这是布兰克林的照片。然后 ，OK， 这边是我的小型的收藏室啊，包括名画啊、棒球衣啊，还有这个跑车，是吧？哎呀，这是哪一台车？普罗蒂经典品质啊，啊，还行。带大家看一下这个，这是到哪边？应该是到外面吧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太快了。好，现在带大家去看楼上的装饰啊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小型的这个扶手，玻璃做的。
哇，这是目前这里最值钱的东西了，这是什么？黄金娃娃。然后这是我的撞球桌，当然桌上还有一些杂志。这是我的办公小型办公室啊，旁边还有上次接到的案子的收入。然后这里是我的电脑主机，在这边是我健身的地方，实际操作给大家看一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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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好，那种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面的，这是我的储藏室，所有的衣服啊、给西啊、装备都在这里啊，是不是？哇，哦，对啊，这是浴室，这边洗澡，然后还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。哇，太美妙了，哥哥，很烫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去带大家看一下我三楼的装潢。这边有三楼，看一下。过头了，过头了，过头了。啊，三楼也是要走楼梯上去啊。这里下雨的话，可能就会淹水吧，我想。OK， 这边是我一个休闲的小型沙发。啊，桌上呢还有水果，然后这里这是怎样闷烧吗？这是要闷烧什么？哦，植物都坏了。哎呀，有辣妹在上面跳舞，哥哥母汤我来了，哥哥母汤哦，大家很开心啊，这样是在邀我过去吗？那我先慢慢的下来好不好？先看一下这附近，刚才没有介绍到我的小型储藏室放这个割草机的，然后我突然发现，这是投篮机，这是小型篮球场，我觉得篮球会随时飞出去。好啦，我来了，小姐姐们，我来了，母汤母汤，这么开心啊，来我来救援你们，让我过去一点，好，来。耶、yeah, ，是不是非常的熟悉？耶，哦耶，开心开心，哇哦，这 view 真好。好了，看一下旁边还有那、这个是想要靠近我的，不要这样。我们先看一下，这是散温暖的地方，哇，直接拿到我的这个哇。分泌顶的，哇，好舒适啊，嘴还是热的。